哇。Hello 呀，各位，那我是笑，欢迎回到 I Shall Travel 的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到科奇坎，我们今天就要去爬山。在还没有爬山之前呢，我们就先来喝我们的热可可。那它这里呢是可以制定自己的口味的。我的这一杯呢，就是和我们的 Irish Cream， 它就好像喝 Baileys 一样。然后另外一杯呢，我们放的是我们的 Marshmallow 棉花糖，就喝起来很好喝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去爬山啦 ，Let's go！ 我们现在就来到。这个 rainbow trail hit 了，哇！你看到底是有多斜？这个路呢就叫 rainbow trail， 它总共一共是250 feet 高，那它是很简单，只需要爬45分钟的。那这个山呢，很多人会带他的狗狗来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呢，他们会有这个让你捡狗狗的大便的垃圾袋。Yes， let's go guys， let's start our rainbow trail。Woo！ 那我今天的班表呢是从。下午3点钟开始，因为我们的游轮从早上6点就开始停靠在这了，一直到下午2点钟，所以我们今天一共有8个小时的时间。凯奇坎这个城市呢，它其实很特别，因为它只有8000个人住在这个小城市当中。然后这个城市呢，它是没有太阳的，它几乎每一天都是阴天。然后我们今天呢就看到太阳，我就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一天。我们现在就要去参观这个树林啦，然。好漂亮。然后我今天就跟我的男朋友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同事 Jess， 那我们现在就在爬山的途中，你听到这个鸟的声音吗？现在就一起来看这个森林，走吧。生长在马来西亚这个穆斯林国家，我们平常爬山的时候没有什么机会遇到狗狗，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属于不圣洁的动物。Thank you. Bye bye. 凯奇坎的大自然，有鸟的声音，有溪水的流。他现在就要 try 看我们的山泉水。比我家的水，比船上的水好喝。我刚刚喝了那个山泉水，然后像我在走路的途中，那天气就越来越冷，然后我整个手现在就已经有一种冻结的感觉。科奇坎这座城市呢，真的是变化无常。我刚刚还穿着我的小背心，那现在我就要马上穿上我的夹克了，因为真的是太冷了。那来到阿拉斯加呢，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这种爬山靴子。在这座常年下雨的城市当中，它的路都是烂泥巴，并且爬山靴只能够保护你的脚踝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是环绕着这一个湖边，那这一路上的风景都很漂亮。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去到我们上面的 checkpoint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到我们的 rainbow trail 的顶端。那站在这个点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凯奇坎半座城市。然后你看到吗？我的船寻梦公主号就在这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今天这一个爬山的旅程就告一段落了。We've made it. We did it. We did it. We did it. Oh, we did it. Jazz, June, and Shell, the explorer.随着蒲公英的飞放，我们也把今日份美好送给大家。结束了之后，我们就去吃阿拉斯加最著名的汉堡 Burger Queen， 因为当时人实在太多，我们的汉堡竟然花了2个小时才到。Ryan, see what you think. Is it worth it? Let's comment about this burger. Burger Queen. I must try. Look at the heat. Oh, sorry. Sriracha bacon burger.记得，请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一键三连。I shall travel, you shall follow. 爱小旅行，一起畅游世界。Yay!